我是嘉妮。今天我打算就是我要跟她说，我家里很多的水果都吃不完，然后我就帮她准备一个丰富的水果大餐。我准备了奇异果、苹果还有番茄。番茄里面呢，我会用辣椒籽，辣椒籽是很辣的那种。记得在下方按喜欢，还有分享跟留言，就让我们看 Andy 的反应是什么吧。OK。我刚帮人用那个 APP， 谢谢。你看，你今天日本很有名女星哎，她跳那个恋爱什么的。好啦，我不想要知道。嗯、你看你呀、啊，跟啊，跟她跳舞啊，不行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不行，跟她跳舞啊，这样那么近，那么近呢，还笑很开心啊，不行。我要吃啊！哇，好丰盛哦！那你什么时候切的？明天几点？我在这里切。我刚去你家的时候切的。大几年温度计。刚刚什么啦？对啊，我家的辣椒汁。我好饿哦！我刚刚呛到鼻子里面去了。哇，你眼睛都红嘞！你要流眼泪了！哇哇，大抽哎！大抽特抽，不要来侮辱我的美！到底是怎样啊？只冲到鼻子里面去了啦，那个辣哦，要藏在里面呢。哈，藏在里面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觉得这个创意还不错吗？哎、欸，这我想了很久哎、欸。想是多久？你是要想多久？你是智商想多久？哎、欸，第一次吃到番茄辣椒，感觉如何？你知道什么感觉吗？啊！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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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！来自地狱的口，哎、欸，鼻水。哦啊，滚啊，垃圾，洗洗啦，还是要吃这個？哦，不要，不要，拿去厕所放。我哪里？厕所，厕所在你的左手边。不要啦，我哪里？再放你的嘴啊！不要用了，骗你的，搞一个的，搞一个的。啊！我的招牌新舞步好看吗？这样啊，好看吗？招牌新舞步啊！叮铃铃铃叮。对，这样子。叮铃铃铃叮。